三二一，像我这样的牛逼，像我这样的高手玩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一棵树上树啊，哎呀我真受不了了，这边好多人根本过不了啊，这人多根本过不了，我尼玛，不要开枪，不要撕逼啊，不要撕逼，玩图就好好玩啊，玩图就好好玩，我他妈怎么上去一个，我操，哎等一下，哇你妈这好多人，哇塞一炮回来捅啊，没有小路，它只有这条路啊，如果这边是无碰撞的话，我心里不会那么急，就一次就过了，放好了，刚才我弟弟玩的，现在我自己玩给你们看啊，现在要过了啊，谢谢小 S 送的十个宝剑，哎妈这边还是有点小麻烦的啊，像我这样的高手，好、哦哎漂亮，那、啊、好了，像我这样的高手过了，好漂亮，终于，我了个操，终于脱坑了，哦终于脱坑了，终于不跟坑在一起了，好坑啊，把我坑的，这边点什么意思啊，啊这边点上这个板子，从这个板子上去简单、啊、来，哎漂亮，哈哈哈哈，像我这样的高手来搞定，这个图要跳过去拉车头，然后有点小难度吧，反正还可以，对我来说还可以了，行，笑漂亮，搞定，高手，哈哈哈哈，高手吃到点，漂亮无敌，哎我操，第四，既费了那么多时间啊，马上会追到我们第一名啊，不第二名，因为大河已经这个开飞机完赛了啊，所以后面应该追不到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像我这样的这么牛逼的技术马上追到后面几个啊，都是开飞机的呢，都是开飞机的啊，我黄轻跳，漂亮漂亮，技术型选手，哈哈哈哈， OK 漂亮，这边是什么意思，哦这边要一个一个跳上去啊、哦、简单简单，第三马上追到第二，其实按道理来说呢，我这个技术应该是第一的，好漂亮，谢谢梦三年送大饼，谢谢梦三年，搞定漂亮，啊有点小难度，哇这谁的飞机啊，你干什么啊，啊漂亮 OK 漂亮，好漂亮，这边树，哎呀我擦，我你妈这边树都看不清啊，从这边树上走吗，树上走，这些孤儿送大瓶，游戏叫侠盗猎车手五啊，一个一个树跳，一个一个树跳，漂亮高手，这就完赛了，第一，呵呵第一，我操无敌，谢谢我们的郭强，我你妈这一点难度都没有啊，太简单了啊，第一好吧，第一。